看一下，好，先看看米，加什么米？看看啊，加一个卤蛋，啊，六份。 加什么饼？加什么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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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因为它这个鸡蛋太了哈。加一个加两个吧。加一个。那你加咸饼吧。咸饼。 干面，啊，六块。大哥，那你要拿干嘛？大哥，拿一个五块五的，加多少吃的？啊，好的。我们俩是有，不是上联的，六块的。那你这可以，价格一样的，六块啊。 几块？六块。没有鸡蛋，有鸡蛋是七块。好的。你是几块的干面？七块的。多少个？不要吧。69块，11.6元。不要鸡蛋的吧？对，然后那个五块五的。 好的。 七块。我的不要9块。好的。五块的是吧？知道啊。三块要的。
蛋吗？好的。再看前面的油，看看啦。七块加五块五，大菜五。